顾客的收货点或者收货方式，要的东西，要的时间，要的各种东西都很就是会有一些艰难。就比如说我这次体验到，哈哈，这段不能播，想知道王一博说了什么？明天请去饿了么 APP 收获神秘惊喜。你觉得饿了么做了哪些升级？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是不只是送餐，还有更多的商品跟服务，生活中需要的日常商品日常用品啊都可以点得到。如果在饿了么平台订一束鲜花，你会想要送给谁？送给妈妈。此刻的你会点什么外卖呢？冰镇的饮料还有水果。作为饿了么品牌代言人，你还有什么新鲜福利送给大家？这次呢，饿了么全新推出了吃货卡，下单累积吃货豆就能兑换海量大红包，升级9785吃货卡，更有机会获得专属权益、惊喜好礼。现在就上饿了么 APP。你能给正在观看饿了么云毕业聚会的毕业生们送几句祝福吗？希望2020届的毕业生们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，未来创造无限可能。饿了么外卖会全新升级，不止送餐，还会一直陪伴在你们身边。